心有一点灵性，归着天灵的清净，咱有一点顺恶的灵气啊，这是咱慧灵。一世人，咱只有以灵啊来讲着现主时，咱修甲这个灵的抗战。我爱有这条灵气，要来讲着瞬间的清净，是灵魂的天性，转入来咱稳定的本性。以咱有稳的天，咱再来讲瞬间的心，真理是天灵来。回咱母啊，心会知啊。你有这点清净的天，再来讲这尼啊顺的心啊，显得是灵天性，打开顺天性，啊，是灵的天性，嘛是咱回母清净啊。这是咱母娘的本性，打开咱一条清净的心，真理是显的真，顺咱清净一尊神。这是咱老家的灵性，代表先天这个神的本质。我有这条灵魂的灵性，这是咱传法啦，为主的心嘛。我爱有这条真理的灵性，对咱的心这么顺啦。我的心未起心动念，这则是咱恢复天意呀。我爱是清净。这条灵魂，伊才会当顺驾恢复清净的本性。因为咱最主要爱单纯，无爱复杂，是咱顺着正天的灵气呀，咱才会当顺着母娘的心。真理是天灵的心。转咱老家是老母的灵，恢复是上天性，心灵转老情，顺咱通这条心，是灵魂伊的天界，伊爱我见庙现在，转咱直通无缘啊。显露清净顺天命，爱咱转有路神，灵魂伊的灵气，定咱出家这条心的，是咱灵魂的天性，转回稳定本性啊，是灵的天界。我爱看见顺无心，有咱一点正法心，转来现世安静啊！是咱回到清净的天，我走母娘这么顺的心，回咱老家一条心，转来有无现证？顺着清净的天性，咱有顺无通灵，一点灵气的天元，无啊转这呢啊静的心，我有一条清净的天性，转咱稳定显灵，
顺着清净的天，阿母啊，你讲顺咱的心，予咱恢复清天神，转来稳定咱的本意。青天见庙顺天来，老灵转嫁应心在，是咱顺着清净的天。母娘爱咱静甲顺甲的心，灵魂有咱通神，接咱清界定灵，恢复顺甲咱的心。一条清净的天，咱爱顺母遮尔稳的灵，青天有母现世情。转咱出家是天性，这点灵魂的本意，我爱见庙清净的心，是灵魂的天界，是咱转灵自在，合咱一点灵天性，转咱恢复上天神，有落现世的心。再来讲定法这么静，显露是灵天神，转咱有无定落来，青天有咱回庙意，转咱通顺天神，有咱一条正天在，开发正灵顺天性，是灵魂本天性。是咱转来显的情，这点灵气的天，咱来顺加稳定的心，是灵魂的天性，是咱来讲顺加的天性，无形现来是灵气，爱咱转到清净的心，灵魂有咱定落神。转咱出家一条灵，恢复清界无形境。转咱出灵一条心，是咱道家的灵气，是咱兑现顺母的心。一点灵魂，一条性，是咱归元道清净。上苍有咱这点气。爱咱寺庙转的情，是咱顺着灵魂的心，咱爱通情的气，流出清净的顺性，接回通天咱的本性，无形出家定落来，转咱气中正神在，无形通家无牛气，转咱清入神。是咱恢复通天命，归咱无形定落来，转咱气中正神灵，恢复无形精，是咱出应先天界，咱爱接回定无异，青天有咱灵天来，度咱气中正发开，无形拢是青天理。调回清界顺天意，灵魂有咱本路性，拍开个人转路径，真理是天灵的本意，拍开道家顺天神，灵魂归来正天元，无形转咱定天神，灵啊有照天意，我爱公开现世情。出家思想的灵性，转咱回转先天灵，一条清净的气，转到无这么顺的心，是咱灵魂归法界，集中正法心清来，灵魂归母定天理，条条灵性归如灵，上苍有咱本灵来。回咱出家实在，咱爱一点灵天为主，点起咱个人的心，这是传来无形果。
教咱定决先天道，灵魂有咱来到正，则是咱通天无形界。灵魂脑正发神，恢复正天无形灵，青天有路正本意，调回清界灵天时。灵魂有照天果，转咱清净大神道，无形的天意，现咱转灵归天，上了一条正法界，时常通天转灵来，无形出家是天意，大宝恭敬则是顺天，拢是现世的灵性。拍开咱罗家遮尼精，随着通天的灵气，现咱清净则是天，是咱无形的法界，时常通天转来，灵魂灵气顺天性，教咱转有天命，是咱罗灵现世定，有咱母娘定法界。时常转咱定神来，这是正法的灵气，嘛是咱通着清净的心。我有这条正法的本性，再来讲回转来咱的本性，拢是清净的天。我才有这呢纯的意。罗伽是咱的母性，锻炼才是咱的清净。拢是顺甲心内的灵气，转回清顺心，一条青天有高远，拍开正灵转，回到青天本灵来，时常转开现世灵。我有清界落真气，锻炼我心这呢顺，现咱一条正天理。为咱转灵回表意，出在清净这条心，将咱转来现世情。真法是天灵的心，爱咱有无这么情，是咱回到这么顺的性。这点灵光，这条气，是咱顺着通天的心。阿母啊，有这么纯的灵感，我再来讲清净的现世灵，拢是归源咱的教，咱才会当代表演出母娘的心，是咱原始的灵性，大母天心这个之灵，现开有正是天界，条条正果自在。上苍有照无异，拍开灵魂转正，是咱在世的灵气锻炼顺母通灵，接回先天咱的个性，真理应来现世缘，落来一条正理，转咱灵家顺天，养咱一条正法神，度咱无形顺灵。这是咱天元这点气，现甲清空咱的天性，有咱顺家应落来，一点气中转正。天元若无意，咱爱灵魂转开，是咱直通先天的心。真法则是天界，母娘现落是自在。青天有咱照无意。条条灵光水天神，灵魂后母娘性，转咱气中合天庭，灵元灵气一条心，将咱回灵转会深，真理有咱来到正，天元有母这条神，将咱青天本意，将准落家灵机，灵元灵性出天界。灵魂转咱正神在，无形恢复正法界，无极天将无牛意，恢复正开灵天时，转咱一点开天命，
灵魂脑照骨界，金光现出上天台，灵魂看出母牛意，条条灵家顺落时，天有开元本天性，开门转开奉天命，上苍有来正骨界，时常转咱正神，现咱度化无形定，转咱出家现世神，有咱出应天法界，灵魂转开上天台，灵魂本意条条明，奉天转咱合正，天理有咱元天果，开元转咱通天道，一条清净合妙意，转来归母上天神，灵魂脑照天界，爱咱来讲正神会知，恢复清净这条心，将咱拍开元天灵，阿母啊来讲现世缘，转来一条正天心，是咱归来灵法界，嘛是你看现正神在。你有这条正天的性，我再来讲顺家显露灵，上苍若无意，爱咱回家清净的神，是我以灵正天界，恢复清净元神采，灵魂有正天性，教咱转福天命，上苍有咱无牛意，条条灵家奉天命。青天后照灵气，这点灵性归元天，上来无形定发神，转咱听会众天歌，回来青天上天道，无形安住咱道性，条条灵光现出神，有咱一点正天命，予咱转道天意，灵魂是咱顺天性。爱咱将来现的情，上苍有咱一条心，爱咱回转母娘家，现咱清净则是天意，条条灵源则是顺旨，拢是无形的天性，拢是归法即尊神，这是咱儒家的本性，嘛是咱定法先天灵真理的灵气。转咱清顺，予我稳定神，出在灵魂无调回种法性，天来无形清，转咱顺入咱道家，现咱一条正法神，转咱清入天性，天理有咱无娘家，爱咱现世转道明，天理有照法界。思想安住咱本灵，化为上苍拢是平，予我依然清天性，开发转来现世成。天理老教法师，老母转咱定居，现咱清天拢是爱，大母公开正神开，灵魂老教天意，咱老灵正天性。天元有咱本法界，行回正神咱罗灵，上苍爱咱平常意，咱再来讲度化正天命，开元一条正天性，思想通教母娘清，真理应来是天性，奉着清界这条心，灵魂有咱罗家。转咱清净，则是天意，拢是归元的本性，拢是见妙清净，予咱以来灵法界，行回正天顺天性，一条正理是天元，落来转则是本意啊，清天落灵来，定咱通天转自在。是咱这条正天性，是咱奇妙定法性啊！天意的灵性，我爱行回清净的心，得通我顺母的灵，
是咱这条正天性，是我恢复清净啊！这是老母的灵气，转我清净的心，有我恢复天元，我爱清净这条心，共咱元素这间气，我爱行回通灵的心。一通无形正法界，采用无量的灵气，发射着青天咱的本性，回咱一条正天的理，我再来顺无清洁咱的心，是咱恢复正法的天界，开天转灵合神，灵魂若照天意。开天则是天界啊！灵魂伊是会当点醒，咱这条磁场的灵性转过着清净，咱搁再入神，无形通甲遮尼稳定，这是现世的灵气，一点清净顺甲天的，是咱行回通灵这个值。你才有这么清的本性，结合在世间，咱通的本性，是灵魂会的正。我再来讲出家现世经，转到无这条灵气，复回天上，咱的无缘，一点清净顺咱灵，爱咱回清净的气，我有这条。清甲原始的心，转过着现世外形，拢是顺母的灵气，拢是心空出来的神。这是灵天的灵性，回转咱清界这条本性。阿母啊，爱互咱入定中，我爱通甲这么稳的灵气。要来讲到母娘啊，清净的顺性，这是老母啊，伊的元神。咱才有这么稳的灵家。要来讲到通这条灵魂，是灵的法界。咱爱正法天性，尽管是天灵气，现咱道家。这是天理，真法若无牛性，爱咱见庙清天心，是咱有稳的灵气，是咱转来现世境，一点灵魂是天爱，咱来传灵心在，为着净化这点气。现咱顺母通灵，是咱一条正天元，是咱回转清天心。真理是天灵界，现灵元神顺天命。来讲元始的灵气，转咱清净顺神，有咱正天则是天元。道家则是天理，青天则是无形境。老母爱咱回灵，一点正理拢是心，转咱清界是天意，灵元道家是定心，转咱一点灵气呀。青天有无定咱爱？调回众天心如明，天理结合元天来，助灵气中真元性，无娘传来一点气，落来正法通神，是咱元素这条灵性，我在世要当发展，这个天理的灵魂。上苍拢是天界，我这粒高神
在在，是咱无形这条灵性，要定咱为这条清净，是我现世的灵魂，要来讲到清净，咱的本意，是咱落家这条灵性，嘛是咱转回修通这尊心灵，伫咱会当团的。拢是咱即马的高位，我爱有遮尔清净的天理，即条果我会当定心，拢是上苍即点气，个人慧能，咱的宗旨，这是咱传法的本性，要倒转来老母这个庄园，这是咱回到灵天的灵气。嘛是咱今嘛咧讲道纲这条灵性，伊咱只有教会老母啊重要的心经念念，这个大道只有恢复咱的心灵清净，咱会当讲的是顺咱的心，行回这么清的灵魂，是咱顺家的灵性。这是顺转，这才是咱母娘的灵气，你才会当讲慧能这么稳的心。我有清净的天界为主啊，才是自在。合咱这条通天的灵性，接回啊，先天咱的清净，是我以灵魂这点灵气。再来回家清天咱的本性，无形伊的法界，爱咱行回通灵自在，是咱儒家这条神，在世间呐，咱要讲的是清家己的心，向着原来无形这条灵的规矩，是我接回先天这么清净。来到原始啊的灵性，你才会当打通天元界神，拢是顺家的灵气。母娘啊，爱咱以神恢复清净的性，天理是灵法界，落来清净上天灵，加咱转是天意。显灵开发是先天，这点灵气拢是老母的神。我爱是归元，这么稳定。现世界我的心，拢是老母啊，予我顺转来。这是在世哦，我就会当讲通甲母娘，这个天宫，这粒心内底啊。安尼来相应，是咱这个心印心呐、啊，啊嘛是咱今嘛咧讲的印证啊，一条灵天的气，我会当教化我清净这尊心明啊，在世间只有讲灵气定位，度到清净的天性，我爱见我。安定的本性，是咱儒灵的天界，行回正灵实在，一条稳定这个天理，行回通灵这条心，是咱无形这个天性，是咱清净这尊心明，无形伊的天界。我只有来讲慧能这条心，咱爱是灵的修持呀，灵伊的空间大世界，是咱灵永远袂死的，在咱现世间，咱都要有灵成长，活甲会自在，是咱这条清净的天，灵伊要靠咱在世间这个身躯来化。安尼，我才会当讲通灵，活用在世，
我的本性啊，有受到母娘的教育，这是咱通天的本性，要来嫁入来合母的灵啊，是咱直通这条灵性，世间爱向的真理的本性，是咱要听母娘啊讲话，嘛是咱爱有这个福缘。你今仔无福报，你就无这个好缘来听老母娘伊讲的话，就是老母经，唔是你要听老母讲经，你要回老母这尊神，伊就会当显予你知影。世间呐、啊，真济真奇妙诶，唔是咱人，你想爱生就爱生啊。所以讲，咱第一爱布施得福报，第二你爱出世间，找到咱这个真性，你才有这个品质，你才有这个人品高位。上苍伊是安尼显的，咱的心自然，你的照射会发射，咱现主是的本性，是自然安尼生出来。嘛，免用咱的心去安怎来甲造化的。所以讲，今日我要讲的是正法的灵性，自然产生咱的本性。这种产品只有咱家己找甲，咱的心清清气气。你无杂念，你无乌白心。今日咱无爱用平常时的心意识，咱是要让神发射着真光。咱原来迄个本性，迄是单纯的嘛，迄是天真活泼有活力的嘛。所以讲，今仔我爱活用，现世界啊，我就会当取到老母啊伊的元神，出家即阵神在在啊，拢是现世界的天，因为我个人要亲像神啊。这个位一再显现，显现一再恭敬来写咱人的罪。今仔我要做神的力，一再当讲力量无边，你无法度去甲测出这个神伊有偌济力量，因为神是出出入入，拢是顺这个天的力量。今仔我有这样的运。的天界，我才有这个神威、神光普照。今仔我的灵若无这个光，我就无法度普照。现主是我这个心气，来予这个无形来听经。这是咱传法这么稳定、这么顺、这么快、这么高，搁这么清、这么正。现世间。咱只有用心开出来，每一个人拢有心，但是看你讲的心的量，你心的意义，今日多，你一定要讲到合情合理正义，是咱顺着通灵，无压无杂，无阻无动，无前无后，无量这条灵性。今日我只有讲道，道你袂当讲袂晓哩。是我在世间，我即个无，其他无重要，我拢无。我袂当即个无，讲袂当无即个道理，因为无道就是你上善的。今日身躯无钱，也毋是算善，真侪苦修的，真侪无钱的，释迦佛祖较早伊做国王，钱足多哩。伊嘛无爱钱，嘛是家己入去深山内底修九年，受着九龙吐气，受着活佛离身甲传音，伊才恍惚知影讲袂当顾及住。天顶有多层的啊，多层的啊，咱即马只个仙班有只个无形共存条条，伫咱即个大空气中。是咱要抓定咱家己的心，毋是固执讲你即马看有遮形象的世界尔尔。即个空气是多定的，
有咱的祖啊，有咱的祖先，有咱修持方作仙呢，有你修持讲过去福报，即灵魂啊，安尼你才会当采用正能量，先天落来是实实在在的力量，互咱用。这才是咱会当传灵，这才是会当互咱练气养心。养心就是要保护这个心嘛，心你才有这个神呐、啊，神你才会当打开啊。咱这个大虚空界啊，现到拢是天界，看咱明星正神在啊，落伫青天本灵性，奉着母娘正法神，是咱灵魂这点气进入到罗家这么顺的心啊。是咱有无定落来，是咱转开现世心，灵魂若无天界，爱咱接回定心自在，上苍有落现世明，转咱开清净，是咱原始这点气，是咱寂妙这么顺，这个天理只有伊讲，因咱天公地庙拢是现公。伊嘛无要争取名利，嘛无要争取伊的功劳，伊嘛袂化艰苦，伊嘛袂讲伊足爽快，平常心，安尼来善良，安尼来适应，咱来学天公地庙，伊这种性格，咱才会当达到无穷这个心量。世间你要做任何盘，你做会出来。你一定要知影天律地规，安尼咱人你才会生财，就是你腹肚内底爱有这个歌，爱有这个才华，爱有真心的奉献，咱才有法度配合天才、地才、人才，这个三才，就是咱的三合。身主神，海猫友，时有跳，咱讲的就讲引五术。这才是咱讲的天性啊！神主神就讲，这个爻主就是气，神就是量。爻甲气甲量是三合，三合在看婚姻，要投资，安尼恁个性会合。时有跳，时就是蛇，有就是鸡，跳就是咱气有好，或者讲蛇鸡好。一对合，三合是安尼，三明就是，咱即马讲银是心，银就是咱讲好，你银就是受好诶，哪位银就是受好诶，是就是蛇，心就是狗，有无？人讲买伊哪位心，还是讲有两伊诶，后壁伊心就是受狗诶，哦，这就是三明，三明就是相克。你若到遮有看到迄个浮出来，三字拢伫内底，啊！你要投资，你啥物婚姻都拢袂合。升克是这个意思，是咱以这条青天的灵气，但是迄是在世间呐、啊，你无修持这个命格，你四字都四条都浮啊，天干地支人都甲你看出来。但是咱的命，你随着老师伊讲。命可转，不是不可转的。过去了凡四训，你就知影这个演了凡，伊有一个术师就对啦，学术的啦。伊甲讲几岁几岁无，来考试考会到几名，拢是准准。到尾啊，讲伊无惊命，啊，搁考大官入去。总统就对了，较早讲皇帝咧考试的，你考袂入袂？伊才真正讲伊的命哪会安尼就对了。尾啊，伊种啊西圣地啊，人甲抱去一个深山内底啊，去会一个真修的，诶，这个道长，道长才甲讲，你爱每一工做啊，爱用一块板啊，功过的，甲罪过的，所以讲伊伫。用安尼每一工拢有迄个登记，功过的就甲摇起来，罪过的就甲摇起来，
甲三个月喔，广告喔，足济咧，满满是，啊，济个月喔，较少。所以讲，伊三年了，就有生一个囝。所以讲，咱的本命是天好转的。所以讲，咱人这个命格是天好修持起来，好行咱的冤亲债主的，好保咱现主是的迷茫、无明。啊，这才是咱真正修持，就是要明智慧啊，要让咱今嘛只个明智色会当转入来。明智色是伫外口的物件，有形有相的。但是有形有相的毋是无效，伊是暂时予咱用的尔。有生就有死，死了你搁轮回，就搁生，就搁死。今咱灵魂啊爬起来，像我即马咧讲的，这个坎站，你就永远伫只生，啊，就了死啊！你永远生伫只，就免死，就免阁生啊！所以灵一定爱学这圣身活佛业精气，这种难度，这才是真正修行要爱的啦。唔是你要看一挂有影无吃的。哦，原来这是良，这是好，这是红红，那是一个象征，那是咱的心要向往母娘这个妹。咱的祖啊，咱这个祖妹，咱的灵妹，咱所有要归的上界清净，这个源头，咱叫做母啊，叫做天，叫做道，叫做圣。要讲就讲。即正即灭涅槃啦，无极天光啦，所有修行就是来到上清净啊！唔知你讲，啊你这唔是真正母啊？我讲你都无福，要怎我都会着母啊？你修持都要有能源对立啊！你都要搁有阿修罗，啊搁有阿罗汉之分，你要怎我都看着母啊？今日心若无好无歹。母娘就出家，甲你，敢若像讲甲你恭喜啊！你今日都还阁伫遐，敌人啊，甲朋友之分有无？你若讲我，我就足爽的；你若讲我歹有无？我就气你甲用尾凶咧，敢若食你的肉，啃你的骨有无？安尼母娘会见伊哦。母娘袂帮忙，母娘嘛袂见讲你无重用一个修行者。时阵也未到啦，你嘛练也无忝啦，这世人你若真正行无够，后世人搁重来，搁重来就对啦。是咱元天这点灵气，咱爱行向清净的心嘛。母娘在咧讲一气呵成，你这世呀、啊、一定爱修到出脱，出脱就是要创啥？离开着四生六道。你这条灵才有提升，你这个心啊，才有受到母娘给你滋润，安尼你才会当活用啊。你无母娘这个先天给你滋润，你这条心啊，就固执啊，永远踩伫遐，那石头咧啊。石头你上无，你嘛爱会当活作玉啊、玄石、红宝石、蓝宝石，你唔是啊？你这个石头，就凊彩来大甲溪、大安溪、来罗水溪，凊彩捡就有啊，比个搁较吃力。石头还搁会起厝，你这个石头永远是废物嘛？是咱元素这个灵气，转着咱通灵这么顺的心，上苍有咱的天界，咱来通天才是自在，学着清净咱的天意。咱再来讲顺母回灵，敬天回来敬天道，时常打开先天神。灵魂有咱真主，爱咱锻炼无形的性，是咱归元清净的天理。咱脑中浮正法的先天心，是咱元素现世界。啊，是咱一点气中神来啊！这是咱个人的主神啊！你才有这么清澈的天性啊！
要来讲到大虚空，咱的灵为主啊。先天啊，你有这么清楚啊？诸天，就咱前面咧讲的四大天龙天、斗数天、哦弥勒天，咱只要讲夜魔天、自在天、六化变化天，这拢是咱前面咧讲的啊。你会当伫诸天，甲这个神魔、神鬼就对啦，因为这是欲天啊。你来甲色天，大家就拢知影。所以咱母娘咧讲的课，无一定讲着讲先天落后天来解说。今仔要讲个色天，这个诸天听有无？伊就免解说呀。所以讲是咱即卖修持的抗战嘛。咱若有初学入来，无形伊就看到这个初学的心内底啊，伊就爱为第一来解说啊。安怎讲？唔是这个人来。是一派一挂祖先来，有因命来，所以讲伊爱为第一啊，来甲这无形界开始啊。是咱顺着通天这点灵气，咱爱看现清出来的心，真理出家是天意，路灵转正顺时啊，真法天灵本法界，如来正法。通天台，灵源有无这点气，现咱清顺天。今咱讲通天台，这个就是咱老母坐莲台，啊嘛是咧体示咱这个灵。你爱有这个九品莲台，拢三元三品就对了。上品的。就是咱即摆讲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再来有中品、有下品，这个三元三品分作九品莲台。所以讲，咱有九九凡丹，凡丹就是神，神你才有机会做仙来遮坐位啦。这个过程唔是讲你起码我知就好啊，知你若无去做，做无稳。你比唔知佫较吃力，修行拢是吊伫半空中安尼海公舟，要起来无法度起来，要落来你唔敢佫落来，到尾啊，只是只个四大护法用甲你讲的，用甲你站的，互你顶落来，遮尼艰苦啊！所以修持每一个人啊，你真正若行无到位啊，是比无修持较艰苦。安怎讲？你心内底有鬼有神啊！你无修持的，伊唔信鬼，唔信神啊！你来看，咱即卖咧讲，所有的就对啦，较强善的就对啦。伊家己要拜神咯，但是叫别人有无？五鬼神论啊！哪有啥物鬼，有啥物神？你如果你家己若唔拜神有无？你心会惊啊！咱一定有祖先的啊！啊，祖先有诶，若修好就做神啊。祖先若杀人放火，就做鬼啊。哪会无？你哪会讲无鬼无神？所以讲，你如果若无鬼无神，咱人有无？想到太阳十一点到一点诶时阵，当日头升热诶时阵啦，当炎诶时阵啦，你身躯后壁哪有影？迄个影就是鬼神啊。所以讲，今仔日。你啊看，咱有真侪你的面貌，会去见到这新鲜活佛，会看到咱过去的电视，噗噗呜呜，伊五点就一直要拼倒当去报道啊！你啊看，这是咪道定的世界啊？有天堂诸天嘛，有地府七十二层嘛，有咱即马现主是做人嘛，有咱即马咧讲的琴嘛，两支舌的两支脚啊！有的会爬，有的爬袂悬嘛。所以讲，这个凤凰啊，甲咱所有讲的有无？这个雉鸡啊，就讲足水的遐鸡啊，有无？你无法度达到凤凰迄个鸡嘛。今仔咱要讲的，就是讲凤凰，这个凤要代表凤，凤是母的，凤是公的。
要求爱，伊个两意思是向头前个。啊，咱即马咧讲个有无？有诶，即、這个讲个若咧定位无，是是向后边。所以讲，凤凰伊独居梧桐树，这是伊上界清气个。伊飞到无看到梧桐，伊绝对无法度，伊绝对无爱歇咧，就对个。伊就是一种特别的个性啦，这是咱顺着通天的本性，咱来顺家的显灵。今仔咱讲良好，良啊，你若无活水啊，这只良啊爱死。安怎讲？你死骨水，这只良伫遐加固来臭嘛，良爱清气啊。好啊，你若定定甲闹啊。伤人就对了，咱人破病，无人就熬死，因为好神伫遐嘛，会食你的元神嘛。所以好一定爱精嘛，咱的食手病一定袂当，逐工爱伫遐零零弄弄嘛。因为好是代表咱现主持来镇压啊，咱即马咧讲的地灵官嘛，啊，甲咱所有的来来去去，这兄弟神嘛，咱讲鬼嘛。无修行的就丢啦，无修行的，你到下品，人就讲鬼啊，鬼就是下贱啦。咱人无钱，都唔是讲看了无钱的就无去呢。无钱你爱修好行啊，你这个心嘛爱清气啊。无钱是外衣尔尔嘛，外口你看有诶嘛，但是内底你若庄严，内底你若清气性。内底你若真正有才华，啊，你就是英才啊！英才听英才嘛，啊，大家就会相拗啊！你讲道理我听，啊，我着这个家我来处理，安尼就是共生活嘛。今仔母娘伊嘛爱靠一个，会当代表伊讲话嘛，啊，母娘再来保护你嘛，啊，你尽量来照母娘给咱的信息。这个能破啊！你会达到母娘上个至极的，一点点你拢袂走去的。啊，这则是咱今晚要讲共生活嘛。恢复正法是天意，条条灵光则是顺性啊。儒家则是显明，咱来一点去通神啊。世间人啊，你的心脑清凉，你只有讲通灵。这部分而已，你这个心啊，就袂去讲讲，你即马修持到什么程度，你会当办到什么程度？因为所有修持，拢是道，拢是自然来化来生，万人代志，拢是这个缘来做起的。这个缘是因嘛？过去你的贪。过去你的无明，所有去害人的；过去你要受你伤别人的害，所以讲母娘最主要要治你的心，会平静，会公平。安尼就袂想讲，我今仔日修持，就是要爱人的物件，要讲顶讲，我即嘛是宝，啊你是鸟鼠仔屎，我是珍珠客。啊！你是所有讲的无价值的迄种来宾，所以讲咱拢是未来佛。这个来宾，你有修持无修持，拢是要讲原形，咱要倒转去天顶。你无修持的是较慢，互你再世、搁再世、搁再世，后末你嘛是爱搁倒来天顶。今仔你有修持，修持无够的，你后世人搁开始，后末嘛是倒转来天顶。今日日，咱所有你会当知影，即马我会记，就听我伫个神的头前啊，我先一个，所以讲我会当伫这个课，伫这个讲道理者，讲到安尼的境界。但是伫平常时，你对这个人有羞耻无羞耻的，你甲讲到这个境界，伊会戆刷刷，伊要听你讲真道理，伊才为着你这句话。伊煞伫遐起烦恼，问神啊，就是要对方，你来问我，要你对方唔知影，
要让你对方心白白，手也甲你拍拍甲咧，敢亲像一个肉粽来，伊咧肉粽咧艰苦啊，啊我爱偷迄个手啊，啊你这个角则一角一角互偷，啊角则来甲食，食到尾啊你无角则伤圆，这个肉粽的四角就是代表地啦，咱地四方嘛，啊四方就是讲。咱人爱效法地，就效法肉粽。肉粽你甲偷甲，就食入去啊，就代表无啊，无形嘛，无这个肉粽的形体无相嘛，你就代表天。天了，你食落佫会消化，你有诶食袂消化嘛？肉粽是咱即卖讲有诶自闭诶嘛，有诶就袂见到自闭诶就害伊啊，爱就是你身躯有毛病嘛，迄你诶天敌嘛。你天生迄就是对你相克嘛，了你才来讲道啊，道是自自然然的，自自在在，实实在在啊。道你若甲过古来有无？你的演化有无？是真诶是假？咱悄悄人嘛知影。你毋免听咧三讲有无？这个人的实力，这个人的流露，伊所有讲的文有无？是家己做诶。唔免听人讲的嘛，听人讲的，迄是补救嘛，要用世间嘛，啊，这个就是安尼解释啊。过去咱这祖师爷所留落来痕迹嘛，啊，这个痕迹，这典故是要做啥？痕迹若较深的，就表示一载的较重嘛，一道行较深嘛。痕迹若较薄的，一载道行。就是讲，伊这个车载较轻啦，唔再来讲分作佛、菩萨、辟支佛、甲阿罗汉啦。所有的分别就是安尼嘛。今仔咱咧讲的，你若较好的，像咱中国那富的有无？只有六轮安尼呢，慧能啊嘛，伊才有出佛经嘛。了初祖啊，淡薄祖师来，伊才出论嘛，经论来才一寡，咱即卖咧讲即个书嘛，都册嘛，你也看分较清楚啊。经是世界所有的人爱遵守的嘛，论就是讲无一定安尼就对啦。啊，你若讲册，啊，就一般般咧看啊，是要甲你印的。无甲你个心内底啦，论就讲，甲你讲一半，你爱气象，形形象象个你爱气，金刚经拢气数上啦，人我受者上众生上有无？即四上你爱拍掉啦，啊莫阁讲三心啊，过去心、未来心，这个现代心啦，所以每一本经伊甲你讲个，迄拢是表象嘛。你若看有诶来甲咱拜访诶，有无？啊，你着母娘，你着无毋是亲生母娘落来啊？亲生母娘来，你爱除掉这阿修罗啊！我讲阿修罗是伫你心内底所分出来，这个虚空要怎有阿修罗？迄是释迦佛祖伊方便诶说法，伊诶宽义法。你如果若我都拍破阿修罗这个名相，有无？啊！甲阿罗汉，你要偷阿罗汉，是你的心，你甲分做好歹嘛？你收甲遮来，啊，搁有分这两段，啊，就你要做半桶屎啊，就是这啦。你根本就唔知影道理啊，敢若亲像下狗羊啊，有无咧食臭屁安尼一直食安尼，唔知饱啊？敢若亲像下狗下箱有无，一直食，唔出来讲道理啊，唔出去。来，即马讲要来得一个啊！咱即马咧讲性格啊，要死啊！伊嘛是搁一直食，唔去讲理就对啦，唔去立德布施就对啦。啊，你也看安尼可怜无？安尼修行要做啥？真正你就是要去行功立业，行功立德。啊，立德是啥？讲道理啊，是咱所有的人类啊，甲无形界。这个道法、道心、道气，你就是爱讲道理啊！你爱发心嘛，
我听你讲，你若无发心，你这个灵就无灵感，啊，无灵感，你要来应化？就用咱平常时你所有看的册，伫遐塞来塞去，轮来轮去，迄个十四人，你嘛咧讲有形物啊？有形遐文字是会救人甲害人的。今仔日我讲的，这是真正帮忙你的啊，袂害你的啦。真理则是天性，爱咱转来是天命。上天啊，天顶顶顶顶顶，咱这个主啊，予你有这个生命。啊！你搁毋打拼，要倒转去找这个主啊！啊！你搁伫遮咧回东回西，你是神，你是鬼，你是阿修罗，你是阿罗汉。啊！你论咧上是要做啥？迄是一个命名嘛？命名就是要你知影讲这个抗战啦。你第一名冠军呢？第二名亚军呢？第三名季军呢？第四名殿军呢？第五名就无名嘛，淘汰啊嘛，分奖嘛同款啊。你即摆去还袂比赛，你就是有加挂这个开款啊！吼，这只鸟啊，派二十几万的这个介绍，资格赛你有当啊？吼，这只鸟啊好。等到你要比赛第六关啊，你猜一百顶，啊人拢九十几顶等来，啊你一百空一顶，啊时间我，啊你淘汰就等于派搁较侪嘛无效。你收钱，互你收十岁、二十岁，发达会收收十岁啦。到尾啊，江湖心有无？人民村有无？迄完成这主就来有无？伊袂好啊，收十岁，阁拢做一代国师，完成这主就找到到位啊。啊，你是收一世呢？啊，你这个心毋免现出来吗？是咱有稳一点灵气啊，要甲你讲到无形这地啊，你真正用心用心嘛，毋是伫遐比较为手的啦。毋是亲像法师无，咧写空书啊！你看真济法师无，伊咧用术啦，用伊个心术有无？用迄块咱讲个咧办过去有无？咱若按棍有一块桌顶有一块一块茶几啊有无？当落有无？迄块就是动用木工啦，迄块树啊就是爱较济年个，人较矮个树啊有无？迄个树啊位爱向东边啦。你爱去处理地来用，迄就代表东王木工的含啦。道理你若毋捌啦，你就讲啊，伊是咧耍笑哟。做戏嘛安尼啊，你古剧嘛是安尼演啦，评剧嘛是安尼演啦。是咱爱知影讲，这个无形伊的演练，伊是啥物意义啊？啊，你才看有啦。今仔无形你若无接听，啊，你嘛是同款，哎，就感觉爱来爱去咧，爱白叫母啊。到尾啊，你机会来失去啊！你真正要哭无目屎啊！所以人啊，你若无亲身去看到，无亲身去听哩，你即个心永远袂服嘛。人信家己嘛，我就会比较为止，我就会看这现主持的物件，迄就是你的脑神衰弱啦。你真正精神无集中啦，你才会看到遐物件。哎，着我经过遐济年啊，我乃毋知；我教过的人遐尼济，我乃毋知。要甲你讲破，咱脑神若清，你遮个相拢无嘛。脑神若清，你即个所有身躯啊，你个灵就会轻轻上飘到咱即摆所讲清净的所在嘛。啊，清净是啥物？你着连一个相嘛无，只有即个能破尔尔。咱的能力，咱的能源，予你这个原料，啊，这个原料是无味无素的，啊，你要搁再有相，你要搁再会当予你知影这个自信，迄你就修下下顶的法嘛，你来到这完全就空啊，这是道理尔尔嘛，啊，道理是无味无素的，啊，你要来讲到有这个版本，啊，有这个亲像。爱看功夫啦，上重要是这个先天的能量、先天的资源、先天的元气，会当来助你姊妹咧讲的啦。这个体力啦，这个力量啦，这个声音啦，你这个声音讲话会结会集中，啊，这才是咱要爱啊！啊，你修行啦，到要死要死，真法落来定灵气。
你也看咱姊妹咧讲诶，有真侪法师啊，哦，有真侪讲上人有无？你讲话啊，要死哪下有无？迄毋是真正讲你佛祖来活啦，嘛毋是讲修到你真正自在啊，真正自在，你即个气啊，你即个心呐、啊，那无光无亮就对啦。所以讲，世间人啊，你家己爱用头脑啦。修行毋是讲你修足久的，你穿一身衫就会吓惊人啊。干那安尼，学到禅，好无？妙禅啊，学到天啊，妙天啊，送七力啊，送八力啊。甲咱过去有无？迄、那个为父，迄、那个有慧的啊。所以讲，咱爱啊。所有修持，毋是亲像咱即摆咧讲的五六天呢。伊咧讲的是故事呢，故事甲修持甲咱的宗教，迄是阁另外一个品质呢。也是咧提醒尔呢。咱宗教讲的拢是爱实话呢，定格格的话了，毋是凊彩你恍惚啊啊！即、啊这个道理，道理你若毋知，你讲啊，我都有影毋知，毋知你后节啦。你就爱去查，知影就爱过来补，你知毋？你伫乌帮，你讲啊，这个道理我都唔知，唔知你就讲啊，这个道理我真实咧，啊无了解，我爱倒转来查，查查的明仔载第一乌帮，你就爱讲啊，咱前科吼，我要来补迄个唔知，哦，啊，甲袂，这无形无理解，啊，甲袂讲咱这孙阿叔这有无？恁听无这个道理，你爱马上补起来啊！啊，你唔得讲我唔知就过去啊！安尼就是无负责任的人啦、啊。讲道理，你爱讲甲真正方会知影，毋是讲咱即几个咧听尔尔。啊无，我咱就踮在遮请神请母啊，啊，着爱阁送神。你爱知影即个逻辑，即、這个规矩啊。今日我若无伫即个道场，我着免讲遮尔拼命，啊，讲甲安尼，拢是恰恰的物件。啊，我伫平常时咧泡茶，就是安尼，咱即摆咧讲的啊。你若听有？听到你真正要知影、要入神，迄、那个资料、迄、那个道理的时阵，啊，我就必须爱用到咱即卖咧讲即个道气、道力来讲啊。啊，这就是咱世间就是要分讲，你即卖是后天的做法，还是先天啊？你才有法度理解啊。今日要讲经的人嘛是同款啊。你讲未明、讲未顺时，你等下就爱想啊。你才有法度知破啦，知化我你先天迄个本性啦。啊！你若阁继续安尼烂落去，话即款人就同款啦，甲遐嘛同咧啊。道理是安尼啊，你会起甲遐同咧，所有诶人甲遐嘛同咧啊。啊！你着妨害啊下面遮诶听众，下面遮诶师兄师姐进步啊。显露是正法性，爱咱归元现世正，是咱兑现即条灵气，咱再来向咱诶心。心内底是有鬼有神的啊，因为咱是凡世间人嘛，爱食饭嘛，爱所费嘛。你心若走去，毋是咱犁你去滴的，强要共滴的，就是抢啊，啊抢就犯罪啊，去共骗，比抢的较食难嘛。我毋知怎讲有无？有一寡去互骗去的外国有无？啊，伫遐咧互摸有无？无钱去就摸甲死有无？啊，咱即摆咧讲的。一寡佚佗乌道的喎，四个帮派去美国设定，或伫遐共骗钱有无？二十几个拢砍断啊！少年囡仔上届坐位三十岁呢，所以讲进前有无？咱甲影印起来了有无？伫大陆拍死人有无？啊叫大陆囡仔或学生来打有无？啊，迄个为学生甲惊起来无？就是这个魔头，这个查某的啊！啊，这个查某伊讲是伫。咱即摆咧讲国姓啊，进前着拍死一个人啊，啊尾啊去甲采访有无？因翁啊，啊因翁讲，我着讲袂听，罪该应得着着。你啊看因翁嘛讲安尼，讲袂听，你着是爱自作自受啊。人若甲固执落去有无？甲你咧骂的时阵咧乱有无？你先有要再讲会听，咱个台下师兄有无？啊！你这都咪真正要啊，落来讲。我讲啊，你个境界都无到遐，要怎会当见着母啊？母啊，逐天嘛伫遮咧讲经，伊咧无去见着真正母啊。
心若清就是母啊。母子连心，你心若迷，心若落，心若偏，你要怎去看到母啊？你心都无佛，你要心要怎会法度做佛？你心啊，若真正有佛，啊，你阿嬷你就做佛了。咱台北这话都晓讲，上不轻菩萨，我唔敢轻视大家，恁拢是我上界尊敬、尊重的圣贤、的尊者，恁阿嬷会做佛做菩萨。到尾啊，伊要死啊，所有的回修、所有的回谈，伊的好话补伊的不足，伊才升界做菩萨。人啊，爱逐天讲好话啦。阿嬷，你要清醒一天，你才知影讲哦，啊，我这个布施力量那这么大，我直接咧讲这个道理，我这个灵性那会这么清，你清早我都做神做佛啦。你若无清，同款做鬼做平常时人啦，神水派落去做金兽，神水落做落去妖怪啦，莫阁讲地府啦。真法这个灵性，爱咱抓住咱的心坎。咱的心咧想是惊倒人个呢？你啊看，一只枪啊，伊若咧研就对啦，伊咧想有无？一支针，迄、那个穿针的线有无？你著穿袂过啊！迄只想想要甲穿迄只，迄、那个针攀过，安尼你啊看，你看有可怜无？有惊人无？无啦，就是安尼啊！无你，咱台北这个嘛讲，迄做歹有无？都。这个新道顶，我迄道观内底，迄只一旁啊，无甲你扔入去有无？啊，你伫遐撑袂出来，是毋是？该白叫母久来，你着听，迄个姿势拢安尼有无？你着受不了啊！迄是小我甲你处罚的呢。人啊，你才知影讲，你是真正要防甲你关咧，甲你设定，啊是你要这个大空间，迄就是咧甲你境界。阿嬷，你伫地府就是亲像安尼啊。你若搁种无间，这个修行有无？无期道行就对啦，无间地狱啊！你若看亲像安尼有艰苦无？真理显来通天明，条条灵光现出神，如来真理现世界，传灵接回无灵气，上苍有来到正法界，重新恢复正神来。好啊，
哦，哎那哦，哎耶嘞嘞哦，哎耶嘞哦，哎耶嘞哈哈嘿，哎那哦耶。Oh.